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无双，现在是正在感冒的无双，所以声音会有点破沙破沙的。今天想来跟大家聊这一块黑黑的小东西，然后还有，旁边的大家看不到的这个，嘿，一宿 M70 的部分。M 离子要轻轻拿起，轻轻放下。好的。这把欧克丽丽是我今年年初大约二月的时候买的，一到二月的时候买的。应该是过年期间那个时候去 Anunu 的门市北流，去北流旗舰店买的，然后它的颜色是阿罗纳蓝，然后它还蛮搭，就是表演上面就是所需要的角色可以用到，因为我出的角色几乎都是蓝色的，所以还蛮适合用到这把琴的这样。然后但是我接下来要出的角色，我想想，因为我都出 whole life， 然后最近买了贝，然后贝它是红白黑三个颜色，完全没有达到这个颜色，所以应该是不会用它来做弹奏，而且贝本身跟乌克丽没什么关系，对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做到，对，然后应该还是会 cos cobo 啦，大概啦，对， cobo 比较简单，然后简单介绍一下，它这片是乌克丽专用的 pick， 它是软的，然后它侧面厚度大概这么厚，它跟一般 pick 比起来厚度厚很多，但是它很蛮软的。这样子，它有点泡棉的感觉，这样，然后它摸起来就是毛毛的这样，然后它刷弦刷起来的声音，我应该去拿那个一般的 pick 过来做比较，等我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手上有几个 pick， 就是我们拿到了三种不同形状的乌克丽专用的 pick。这三种，一种是鸡，一种是 pick 形状的，然后一种是大便，对。然后接下来一般的 pick， 我挑了最薄的，最薄的它也可以熬，它也熬，就是。可以熬，看不到，但是它可以熬。然后，这个0.73，它就完全不能熬这样，然后它弹起来的声音是这样，很大声。它比我的咳嗽声还大声，然后用再一次0.73还是一般的乌克丽丽的那个 pick， 我知道再怎么大力，还是它不会让它的声音会有震度在，但它一刷下去，它就是。所以，那我们试试看中间的话，
这个是046的。我不知道收音收不收得到，但是它会有一种，它会有一种嘶嘶嘶的声音，啪啪啪啪啪，那个线被打下来的声音。然后顺便再聊聊为什么要买M70 好了，已经咳到不能再咳了，还是要聊天，就是。害羞，它首先是它的外形，它的外形，它的响孔是坐在这边，然后因为我买的是已经可以插电的版本，所以里面有两个，而且它里面有两个对吧？两个拾音器，就是应该说两种拾音器在里面这样。然后那是因为我搭档来教我弹C 的关机，他叫我弹了一个 C， 然后我就一 C 下去，我看他，其实应该是一 G 下去啊，一 G 下去之后我就整个回不去了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吉他那么好玩，我也要玩这样。M70 是因为就是也希望能够在学吉他的路上，就是录音的时候可以有一点层次感，这样。就是其实最近有在考虑，就是录音这方面的东西，就是混音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写歌这一块，就是蛮想写歌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蛮想写歌的。然后，但主要因为我觉得写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歌词，歌词要有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蛮难的，对，所以各方面都还在挑战当中，所以最近的目标大概就是把乌克丽丽练好，然后把吉他的乌克丽丽提升，然后把吉他练好，然后再来挑战一下作曲作词这样，然后编曲这样，因为小时候的梦想是编曲，然后目前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，然后希望我的感冒赶快好起来，这样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以上感谢大家。